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茶，这种茶就叫做四合茶。四合茶，首先我给大家打开，首先这里有个水，再把它打开，这个茶打开很方便，一个人可以打开的。下面我就要尺寸8.57，高度44。宽度79。69。可以。187内斤。